享有廣東南嘅蔚藍嘅景觀，所以特別命名為晴天嘅。咁同天朗氣清嗰個晴天啦，係同音，寓意咧就綻放呢個陽光。咁啊，凸顯呢個南區嘅住宅項目盤咧有無限嘅潛能。晴天咧係區內咧15年嚟咧首個全新嘅住宅項目。項目咧中高層嘅單位擁有無盡嘅港島南海景。我哋希望呢個項目咧能夠俾每位住户體驗到港島南嘅寧靜休閒同埋活力。多姿多彩的優質生活。另外，晴天的賣點多不勝數，包括這個1999年期的千年地契，臨近這個港島傳統豪宅地段，以及這個優質住客群為鄰居，是近年同區新盤非常罕見，升值潛力無限。受惠於這個躍動港島南的計劃逐步落實，活力和機遇令到南區煥然一新。而項目優越的位置，交通便利，坐享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隨住區內活化工廈和新興的企業進駐，這裡呢將會蜕變成為全新的港島南核心商業區，附近休閒娛樂可以說一應俱全。晴天的銷售部署呢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剛剛呢也都上載了項目的樓書了。我哋盡快，價錢咧，我哋會參考同區，不過相信咧，第一張價單咧都會有一個好親民嘅價錢出嚟啦。我哋就做足曬我哋嘅準備功夫啦。咁啊，當然期望施政報告都有好消息嘅，不過我哋都不排除喺施政報告前後都有機會推出。我想大家都是期望咧就設立嘅，咁啊政府做到幾多，我哋亦都要拭目以待。但係希望咧就首先啊就我諗港人啊買第二套房啊能夠減低嗰個 percentage 啦，亦都有呢個叫做內地嘅優才咧，或者內地嘅朋友嚟香港置業啦，都能夠做呢個起碼嗰個叫做後嗰個叫咩先係先免先免頭。嗰、那個係啦，嗰、那個啦。阿聽，咁對於個樓市嘅表現咧，你有咩感覺？樓市啊，我諗最近咧，其實個銷情係未如理想啦。咁啊，希望嚟緊施政報告亦都有好消息出。不過，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就我哋都會積極考慮喺施政報告前或者後都會有機會推出嘅呢個單呢個項目。第一批嘅有冇？我哋會跟呢、這個指引一手指引啦，咁第一批係一半，大概少50個。有冇話好集中？我哋呢個正籌劃當中，會唔會有特色單位？相信我哋都會觀察一下，即係收下同業先進嘅聲音，我哋再考慮會推啲咩單位出嚟。其他問題，你哋朋友。而家你哋嚟緊會唔會話有啲嘅，即係攞地咧？有冇話有啲目標？即係譬如話喺政府嘅地啦，還是係即係自己收咗一啲舊土啊？咁個土地儲備咧，嗰個農地。有嘅，我哋喺未來2024、2025年啦，2025、2026年、2025、2027年三個上年度咧，都有一個喺我哋嘅投資者推介會都有我哋嘅項目會按住個時間表推出嘅。咁至於未來嘅地咧，亦都見到投地嗰、那個我哋都有繼續去參與啦，包括攞EOI 啦，同埋去投地。咁見到個價錢調整咗我哋都會係因應新嘅時間去繼續去發展呢、這個房地產嘅業務。會話都好積極咁樣行地，還是係有一啲考慮咁樣咧？譬如話你息啊，或者係成本等等。我相信喺呢個就喺價錢上已經反映咗㗎啦。我諗同所有行家一樣啦，我哋都已經將本身要考慮嘅因素喺價錢上面反映咗。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